是老八。这一期一眼千金的视频呢，准备了非常久，我们参考了大量记载在册的服饰还有资料，从中选择了一小部分来进行展示。当然历史沉淀下来的不仅仅是服装之美，每一次的变迁都伴随着女性历程的不同，所以我们一共准备了十个剪影，哪个剪影最触动你呢？请在弹幕上扣一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小红书。